Yeah.谁是老板？哦，这位是董事长。哎，怎么了？张总，你们小心一点。拍到了。陈总，陈总，你不等张总了吗？张总，不用介绍，不用介绍。那我们记者会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那董事长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车在楼上。说几句话。